但是到现在，他们连一个证据都没办法拿出来，所以逼得我不得不，委任我们的律师，柯律师来走这一步。
首先我要告诉各位媒体朋友的是，9月1号开始拆我的房子以后，我一直忍耐忍耐，就希望我们前面这些原有的这些住户们能够因为我的牺牲能够得到社会引起的一个大家的关注，能够保住他们居住了50-60年的房子。就住到现在已经第4代了。我昨天打电话给我妈妈，我能给她交代一夜，我怕她老人家受不了，我也给我小孩子交代一夜了。你知道吗？我们夫妻两个每天讨论的不是说我们要去哪里玩，去哪里吃大餐，我们已经开始在讲说是你要牺牲，而是我要牺牲。9月1号不止拆不熊的家，我家也莫名其妙被拆了，动用300个警察，我当场割腕自杀，还是一样不理我。我们还有在租，当天一家大小没有房子住，包括我的婆婆，我们现在还是在借住朋友家。今天我两个夫妻已经讨论好了，今天不是那一个，不是我牺牲，我小孩子为了每次要来拆我房子都不能上班不能读书，我对不起你们，我双休房了，那你们都没帮我去读书。每次爸爸要来，因为我为什么叫他们来，至少追我们最后一面。我昨天还是要我师亲友，我都已经是加强了，不是说恐吓，但是一定要人死你们才能证明我们的亲。我们已经住4代了，到现在我房子被拆，没有一个人来安慰我们，来跟我们讲说我要赔偿你，都没有。昨天政府官员还是在那边探头探脑的，想要拆我后面的房子，你们可以去看，住了4代了，都没有安置，也没有半毛钱，都没有来想，从来没有讲过，我跟这边发誓，你们要认清这个政府真的是没良知了，没良知了。所以，如果以后我们有死人的话，我们不是报，是真的需要。我们牺牲的时候救了大家，我们必定会牺牲的。谢谢你们。我们今天除了要控告农业局的副的科长，还有市政顾问卓先生恐吓，甚至于伪造文书，逼迫这些住户签署同意书之外，我们也要控告11位议员，以这个陈慧文议员为首的11议员，他们在9月24号的时候发出声明，说吴富雄会长圈地40年，出租获利，甚至于因为这样子政府帮他缴地价税这种很离谱的谎言，来抹黑我们的会长。甚至于还在9月25号，我们去凯道抗争的那一天，12个里长50个人来到现场，来到我们这里自救会的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手持着土地蟑螂的这个看板跟图文，公然侮辱毁谤自救会以及我们的会长。